跟你说一下我。那我要陀螺仪校正了，我现在要按下。我就给它比一下吧，你看灯一直在闪的哦。嗯。然后我就转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那响了。这个是、这个是闪的，然后就反下来，镜头在下面这样子。闪了啊！现在闪了，这个不闪 ，OK。好像是按这里，对，这里。可以，你看，现在灯还是就是这样子 ，OK。嗯。然后解，它那个是解锁，解锁是这样解的，放开，然后飞起来，你要看拿到哦。嗯。下来，然后我用手机连接一下先。